我们三支战队集结完毕，终极之战马上就要开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 极限青春终极战第一关，三支战队16位滑手依次上场，90秒自由展示，专业顾问现场评分，排名进入前10，才有资格代表各自战队出战第二关。啊，这一个一个比啊！下面王珞丹战队要出场的是，曾冠豪，Johnny Tang。 好紧张啊！加油！加油！我的压力是在我不想输给他们，希望我能到第二关。来，peace。OK，peace。来了。 1 minute, 60 seconds. Keep it backside tail. That's what I'm doing. 30秒，我的压力是来要为这个八宝粥，我们要到最后，我就想拼一个。All right, 10 seconds。 一个翻吃，一个 five o， 难度够高啊！他完全在挑战自己的一个能力吧，在这场里面他做了一些新的编排，包括他这些动作在平时练习的时候，我并没有看到他成功太多次。Keep it backside lip slide 做的也完成度非常高，这个动作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。我们来看一看曾冠豪的得分。 陈潇领队，你将会让谁来登场出战？小黑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小黑是很厉害，他意外受伤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特别的遗憾，所以我觉得他能回来，我觉得是很好的。 这一动作，加油！他成功率高，成功率高有难度，我觉得比想象高一点儿。小黑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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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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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哇 ，OK， 7.3分 ，not bad， not bad。下面王一博战队会派出谁？有刘佳敏。脚了，应该窝到脚了。扭脚，扭脚，哎，脚是掉吗？扭到了，扭到了，他受伤了。确实蛮拼的，都总决赛了。我们再次 one more time， give it up for 刘佳敏。Rock and roll, guys！ 滑板就是这样，很意外就会受伤，但是你喜欢了，你就要去做，做了啊，就要去面对这件事情。阿弟，陆鸿燊，高是高。腿拉开，然后拉到，就也是拉到我开刀那一个地方，所以我就很不舒服。我看他膝盖都开始发淤青和红肿了。加油！耶耶！我们再次掌声献给卢鸿燊。比赛你就是受伤。这就是滑板，我肯定拼。真的做不了，我还是试啊。是我们自己要去做，我们为的是自己。OK，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。哇哦，7.43分，哦，非常高的一个得分。